故乡的鱼，大家都是在外面，谢谢。那么我现在再为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这个评审的标准啊，是有节拍、服装、歌声、技巧、台风，每一个项目都是20分。那么如果你是满分的话呢，也就是100分啊。我稍微来介绍一下，哎，还有报告。好，不好意思哈。那么因为我们刚刚时间比较仓促，我现在呢特别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5位资深的评审哈，他们都是很公正的，而且是很有经验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么第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创办人，就是谢振宽谢先生，他也是湾区的一位才子哈，这个能写诗词啊什么的，又会唱歌，是这个
OK， 好吗？第二位呢？第二位是林姿成 Eric 先生啊，他也曾经创办过这个乐队，也是一位喜欢唱歌的朋友啊。那么第三位是黄美欣，黄美欣女士，请你站起来啊啊，也是一位美女。非常的好。第四位呢，我想很多位也都认识他，在湾区的歌唱界呢非常的非常的活跃，也是圣何西的学区委员，现在是学校的正式老师哈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欢迎陈凤玲 Linda 小姐。第五位就是刚刚我们上台开场暖场的汪慧仪 Candy， 你看她是不是人如其名，就像糖果一样的甜蜜跟可爱。谢谢谢谢，这我知道等一下这五位评审会非常的辛苦，因为一路呢都是要很认真的聆听，那么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我稍微补充一下哈，刚才那个黄敏欣呢，正科班毕业的，他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请他来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谢谢我们的黄美欣小姐。谢谢，有这位大师来助阵加持的话哈，那这个评审一定是更公正啊！啊，谢谢谢谢您的光临哈。那么现在我们是红队的队长李雪芬，李雪芬啊，好看好。那么为我们演唱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先准备好不好啊？绿岛小宴席。Thank you.
三位参赛者王天福，我麻烦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王天福王伯伯，他83岁，看不出来哈。我推荐的一位朋友朱继承朱大哥，他有80岁吗？81啊，81啊，哇，你看这两位长者，86还86。86，哇，你们相信吗？86岁，哇，也有啊，你看这，这个简直就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嘛，啊，你怎么虚报年龄呢？你看还可以在台上蹦蹦跳跳，看看，所以各位啊，如果你们喜欢唱歌的话，真的可以让你们年轻，现在，这首歌好舒服啊，朗。哇，这个要给他加分，因为他可能没有特别准备这首歌。我心中有梦了，你才有灵魂，不能心情我忘记你。Thank you.